那这是一款台湾设计的按摩枪，对，那它这个呢，就是使用是这样子的，它这个底部这边有个开关，然后打开之后呢，它这边有九段变速，你看一下，一档、二档、三档、四档、五档、六档、七档、八档、九档，对，它有五个不同种的按摩头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这个尖形的按摩头，因为这比较特别。这个尖形按摩头呢，它有大致上有两种用法，一种就是把它当作像是针灸来做穴道按摩，比如说你可以对你的虎口啊，或是就是那个像是这边就是有一些穴道，就是你可以针对某一个单点做一个类似穴道按摩的效果。那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个段数开到比较高的时候，那因为它是一个高频的刺激，所以它这个其实效果就跟这个针灸很像，可以促进你的血液的循环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用法呢，就是发挥它这个平面的效果，就是把这个平面可以这样贴着头做一些按摩。对，那我现在先用一档这样子给大家看，就其实是很舒服的。现在平常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工程师嘛，也有参加很多黑客松比赛。那在比赛的时候，其实都很消耗脑部，就是会觉得很累啊，会有一些这个可能有时候有点头痛，或是就是头有点昏昏沉沉的。那我就会用这个就是按摩枪来放松我的头部。好，我们这个是球形头。那球形头的话，就平常大家最常用的，就是在敲打一些肩膀的筋膜啊，就是像平常就人家不是很喜欢捶背吗？就是这个小孩帮父母捶背啊，就可以用这个按摩枪。对，那平常大家自己这个就像这样不求人，就让自己用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 Pro 2的设计，它这个柄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其实你这样在后面用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到很后面，基本上可以一个人完独立完成。多用这个筋膜枪放松，身体就会非常的柔软。好，这个平板头，平板头就是拿来扩胸的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打在这种胸部啊的肌肉，可以这样子伸展，你可以手部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然后这样来打这个胸部肌肉。这个平的头，对啊，其实这就是它就是像一把刀这样子，手刀按摩你的手臂，像打羽毛球的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用，对不对？然后网球肘的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用在你的腿部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对，这个背部，哇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